Hello，大家好。吉拿瓜这一张110年2月2号推出来的超级麻将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500元，头奖奖金有500万元哦，哇，然后还有总奖金超过17亿元呢。这次挑选的尾数嘞是47号，号码是00775307，希望这一张可以中大奖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玩法说明吧。哇，说明在这边哦。游戏说明，我看您的麻将区共有16个麻将符号，就是右边这边有16个麻将符号哦。然后在第一局到第16局游戏中，若任一局的麻将符号全数出现在您的麻将区中，即得该局游戏之奖金。上面这边呢，就是有对中这里的话就有奖金啦。然后嘞，上面有刮模可以做记号。然后第四个就是，如果您的麻将区内同时刮出东南西北中发白，即得奖金5000元呐，希望可以中大奖。好。马上来开刮吧，先把它画面放到刚刚好。今年推出的热腾腾的刮刮乐，哎，再来一点，OK，好，这样子刚刚好。好，马上来刮吧。一共有16个号码，从左边开始刮。您的麻将，前面这边是条码，第一个梧桐。梧桐有没有？来，上面有没有梧桐？哇，这一张看来要刮很久。哦，这里有个梧桐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梧桐啊？梧桐，这里有一个，目前出现了2个。好，再来，山桐，山桐有没有啊？山桐，这里一个。还没有，三筒这里一个，哎，还不错哦。再来，三条没有啊？哎，这里一个三条，哎，这里一个三条，没有了。再来，一统江湖啊，一统有没有啊？一统这里一个，一统没有，四条有没有啊？哎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一个。没有，北风又传来熟悉的声音。那北好像没有，哎，有，这里有个北，有个北，看看再检查一下，有没有？有东，有中南，OK。90000，高板扣九万，这里哦，这里有一个90000，没有了。好，再来，发财，来，发财有没有啊？发财。发，哎，有没有发财啊？来一个发财嘛！哎，这里有发财，二童，这里有二童，下面应该没有了，没有，四童。哎，怎么感觉上目前中的都还蛮分散的？这里一个四筒，这里一个四筒，哦，来个东风吧，来个东风中5000了，有没有可能？对，这里听牌，东风中5000，有没有四筒？四筒没有了，九条啊，这里。
这一个而已，所以要个4万。C 风 ，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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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南北的 C 啊，有东、南、中，没有西，看来这没有西，哎，这里有西，所以要七桶。中，哎，这里有个中，中有没有？中没有，哇，快过完了呢，什么中？八万，那个八万有没有？八万这里，八条好像没有哎，对，八万。没有了，哇，还没有，难，这难中的难吗？难呐、啊，难，哇，这一张看来是乌龟了，还没号码，下一个，再一个，下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白板，有没有白板？白，哇，都差一个啦，差一万，有没有一万？应该是没过到一万吧？这里八条也没有，检查一下，东风有没有？东也没有啊，一万有没有？哇，有一万就两个嘞，都没有一万。哎，真的是，这有没有这个七桶有没有？看来也没有，再检查一下也没有。然后他说这个嘞，东南西北有没有？哇，没有东了，西北、南啊，算了，看来是没有了，真的没中。这张又做公益了啊，2月2号又做了500块的公益啊。好，就来总结一下吧。这张售价新台币500元的超级麻将刮刮乐尾数47号宣告杠估，做了500块的公益，那就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